现在啊，我们可供咱们分析的变量是比较多的吧？就是说，咱们这个数据啊，统计了关于水资源啊、人口啊、地理啊等等很多方面的一些因素。那现在呢，就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咱们现在啊，就是不整体进行分析，然后单变量、单变量进行分析。我们想啊，先看一下就是人口在这个人口方面上、它的一个分布的情况。那关于啊，就是一个单变量分析的时候，我们通常啊会统计这些指标，给大家一个个来看一下。最基本的就是说，咱们可以看一下均值啊、中位数啊，看一看各个国家啊它人口分布的一个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还可以基于一些统计量，比如说标准差啊、方差啊之类的。那后面呢，我们还可以啊，就是看一下，对于咱们这个数据来说呀，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分布，或者说它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所以说啊，我们可以留两个指标来计算一下，一个是偏度，一个是风度。一会儿啊会给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是偏度啊，还有风度，可能大家就是对这两个指标不太熟悉，对上面的应该都是比较熟悉了已经。那首先呢，咱们先还是把数据拿进来。数据啊怎么导，我前面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就是咱们不是保存了一个 csv.gzip 的格式吗？咱们再把它这个数据再打开，然后呢取出来你想要的一部分数据。咱们之前说过了，就是说在取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指定好一些就是你啊想按照什么样的维度进行分析。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想对这个数据按照一个时间的维度，就想看一下这个13年到17年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对于当前这份数据来说呀，我取的是一个切片的数据，对于所有数据啊取了这么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啊，把这个数据导进来之后啊，就是咱们的13年到17年导进来之后啊，我现在对于人口来说，我想分析的就是人口里边三个指数，一个是啊咱们所有的一个人口总量，还有呢就是咱们城市人口的数量，以及啊农村人口的数量。那它呀先用这样一个表格显示出来，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首先啊，就是说我 describe 完之后啊，它会帮我们统计一些量，就是对于当前啊，你选择好这些指标，它一共出现了多少次？199个国家出现了199次。然后呢，它的一个均值是多少？它的一个标准差、最小值啊，四分位，还有这样一个中位数，还有一个最大值，分别是等于多少的？那咱们现在啊，就是来看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首先出现在数据当中啊，有一个负值，看着比较奇怪吧？对于一个人口统计来说啊，怎么可能出现一个-98呢？这是不是一个错误值啊？或者说这个国家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咱们再来进去看一下。然后呢，我把这个数据啊进行了一个排序，就看一下这个负数值啊是从哪出来的啊。然后我排序完之后发现了，咱们在这里啊确实是有一些负数值的，有一些国家出现了这样一个值。那出现了这样一个值啊怎么办呢？啊，咱们再给它进去看一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负数值，出现一个负数值啊，可能说它出现了一个错误，或者说可能它是有一些问题的吧。所以说呢，在这里啊，我是把咱们当前的数据啊，就也重新拿出来看了一下，对于出现负数值的这个国家，比如说我找出来了，去除负数值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咱们刚才不是在这里能看到它的名字吗？就看一下这个国家，在人口分布上出没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咱们看的这个-98，它不是这个13年到17年的一个这个 time series 当中的数据吗？然后现在啊，咱们就要把它所有年份拿出来，看一看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到底为什么它出现了这样一个值。那其实呢，我们看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咱们的这个农村人口当中啊，并没有呈现出来一种下降的趋势吧？可能刚才我认为啊，就是出现一个负数值，可能说这个农村人口啊在急剧的下降，然后导致着人口啊越来越少，然后所以说出现了一个负数值。但是呢，从它的一个趋势来说呀，好像没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趋势吧，可能这个负数值啊它就是一些错误值。所以说呢，要分析咱们的数据啊，咱们首先也得考虑，就是说咱们的数据啊不可能是完全非常干净的，可能有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咱们得想一想要不要给它进行一个去掉，或者说这个问题影不影响我之后的一个分析。如果说啊它是影响我们之后分析的，我们还是啊需要把当前的数据给它进行一个清洗的过程。那下面咱们再来分析两个指标，一个是均值，一个是标准差，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啊就是所有的国家来说，这不是199国家吗？然后就是咱们就看其中一个吧，就看这样一个总的人口数。总的人口数啊它的一个均值是36000多。但是呢我们来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说一个正态分布，或者说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种分布的情况，是说我们的均值跟我们的一个中位数是类似的吧。
就是说，就好比这么说，咱们现在啊，就是站队，然后站队要做广播体操，然后咱们按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序去排吧。那最好就是最好什么样模式啊？咱们数据是一个正态分布，一个标准分布。那这个时候啊，是不是说，咱们均值它是在中间那个位置，哎，个子平均那个它是在站在队伍中间，然后它恰好啊也是一个中位数啊。那这时啊，我们认为数据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情况，它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情况。那咱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啊。在我当前这份数据当中啊，它的一个均值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个中位数啊比较小，那说明一件什么事啊，咱们这个就是数据啊它是有一个偏斜程度吧，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咱们数据可能并不是就是完整的正态分布，它啊会出现一些倾斜，所以说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对于当前这份数据来说啊，它这样已经明显发生了一个倾斜吧，那它倾斜的程度是多大呢，咱们要来说一下这样两个事儿。这里啊就给大家来说啊，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数据的分布啊，它是一个倾斜的吗，然后有没有异常值，咱们刚才说了吧，是有异常值的。那数据既然是一个倾斜的，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把数据的倾斜啊做一个转换。因为就是说当咱们要对数据啊进行一系列统计或者建模啊分析之类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会假设这个数据什么样，我们可能会假设这个数据啊它是一个标准的分布。在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咱们之前说的那个线性回归，咱们在说线性回归的时候啊，是不是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呀，我们假设我们的求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误差项它是符从这一个标准正态分布的吧，那这里是不是我们做了一个假设呀，所以说呢在很多机器学习啊以及数据分析的任务当中，我们都是基于一些假设来去做的。那既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首先呢就需要你的数据啊差不多点，你这个有倾斜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呢也不能太倾斜，太倾斜的时候啊就会使得我们很多统计指标或者说建模的时候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啊它就不好用了啊，所以说我们还要对数据啊一会儿做一些变换的。咱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统计当中啊，我们有两个值，一个叫做一个偏度，一个叫做一个风度，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个偏度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数据的分布啊，它要么就是往左偏，要么就是往右偏。那这里啊左偏和右偏分别指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对于咱们当前的，我们来看看右边这个图啊，右边图有一个偏度小于零，还有一个偏度大于零。我们说它是左偏还是右偏，是看它的一个均值啊是在它峰值的左边还是在它右边。比如说对于第一个图来说啊，左边这个图我鼠标在这个图，它的均值在什么位置，我们来看它的均值啊应该是在它，这是它的峰值啊，应该是在它的峰值偏左边一些吧。所以说呢我说呀它是一个左偏的，那既然啊就是说它这个均值是在偏左一些，那右边是不是取的数比较多呀，那我们来看左边的数据是取的是是左边的这些数据它比较少，数据啊都偏向就都堆在右边了吧，数据都堆在右边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咱们的中位数应该是偏右边点的吧，但是呢我这个均值是在我的一个峰值左边吧，因为它是个左偏，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就发现我们这个均值，看均值的话就是看它的一个平均数啊，平均数应该是出现在峰值左边吧，那所以说在这个左偏的当中呢，我们是一个均值在左边，但是呢中位数是在右边的吧，所以说啊对于左偏来说啊，我们的一个均值会小于咱们的一个中位数。那看这里吧，我们是左偏右偏啊，这里我们的均值是大于个中位数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是一个右偏，就是说我们的均值是在右边，但是呢我的中位数是在左边啊，是这样一个分布。可能啊就是说就是我们按照一个分布来说，就是咱们这个人口数量比较少的国家是特别特别多的，但是人口数量多的国家呢又是比较少，所以说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咱们的一个就是中位数的值偏小，但是均值值啊是偏大的。这里啊就是两个统计指标啊，一个是偏啊，就是第一个是偏度，偏度呢有个大于零，有个小于零。我们说啊这个偏度计算完，如果说它是小于零的，那它是一个左偏，就是说我的一个均值啊是在左边，中位数是在右边。如果说偏度大于零呢，我们计算完啊它是一个均值，咱们是在右边，但是呢中位数是靠左一些的。那对于咱们刚才数据是右边这个图吧，就是说我们计算完偏度会大于零的啊，它是这样一个右偏的数据。
那咱们该怎么样计算啊它的一个偏度呢？计算一个偏度啊，其实我们要用到一个库叫做 Scrapy。这个 Scrapy 库啊，它是专门用来做这个统计分析的，里边已经封装好了很多个统计分析的函数，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Scrapy 啊，帮咱们进行一个偏度的统计分析。首先啊，我们需要安装这样一个库，安装库啊并不难啊，按照咱们之前的方式，还是 pip install，然后把这个库名输进去就可以了。在这个库中呢，对我当前的 data frame，因为啊这些库啊，它有一些就是接口上都给咱们封装的比较好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直接 apply 一下这个函数，把我们当前 scrapy 啊要统计的量里边的一个偏度传进来，这样呢，它就会帮我们统计出来。比如说，现在我不是有三个指标吗？所有人口数，然后城市的、农村人口数，算一下它的一个偏度是等于多少的。那现在我们算出来一个结果，刚才给大家看了，就是我们的偏度啊，它是跟零去比吧。如果说咱们是一个正态的一个分布，正态分布是不是我们这个数据哎，就像是这个样子的啊，左边这个样子，其中的某一个它就是个正态分布。正态分布啊是数据比较标准啊，左边是一定，右边也是一定数量的。我们说这是比较好的情况吧。所以说啊，对于一个正态分布来说，它的偏度啊是等于零的。然后呢，它有一个负偏度，就是算完偏度小于零，偏度小于零啊，我们说它是往左偏的，就是说均值啊是在我们的一个峰值的一个左边，但是呢，它的一个中位数啊是在右边的。然后偏度大于零啊，偏度大于零就是表示着咱们是一个正偏嘛，正偏的时候就表示着我们是进行一个右偏啊。这里就给大家先解释了一下，在我们峰度这块啊，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偏度，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左偏，还有右偏，以及呢，左偏啊和右偏对于我们这个均值还有中位数的一个影响是什么样子的。